我们刚好可以去冲浪了。现在去冲浪正舒服。我要去学冲浪。哦，越浪越浪。哇哇！每个爱冲浪的人都有个梦想，那就是开着一台打浪车到处冲浪。今天我借了一台我很喜欢的车来去实现这个打浪梦。大家好，我是大海旅人糖糖。恭维啊！大家好，我是威毅。干嘛？我不讲了。我不讲，你真不知道干嘛。今天，我开了一台很特别的车。那这一台车呢，是我当年我的一台梦想车。那个时候有一个梦想叫 Van Life， Van 厢型车，就是在车上露营啊，然后到处玩，睡车上的一个梦想。对，那今天有荣幸可以借到这一台车，带大家来去体验一下我当初的那一个 Van Life 的梦想，就是这一台。雪铁龙的 Blingo， 俗称布丁狗。对对对对，那现在就是来体验一下这台车。你们看我们后面东西载满满的。对啊，我们到底是要干嘛？为什么要载这么满呢 ？Van Life 嘛，就是要塞满。Van Life 就是移动城堡，就是把你想带的东西带着，然后走到哪睡到哪。我边开边聊。好哦。哎呦！哎呦！闪电呢？你怎么会闪电？最近就是这种梅雨季啊。没关系，下雨也不影响心情。对呀、啊，我们这次要去蜜月湾哦。对，我们要去蜜月湾，因为那边很适合新手冲浪。对，然后可以停车直接看到海，就很美啊，很方便的一个地方。哦、好喂。所以我想说，今天也可以跟大家聊聊。欸、为什么我那么喜欢这台车？欸、首先你看一下，这个车内，看一下这个车内，我觉得置物空间超级多哎、欸。对，给大家看一下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置物空间，嘿，你看，江江，这里有个抽屉，这里又有抽屉，对，然后这边还可以放杯架，我觉得这杯架蛮好的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。对，放我们的口袋包。啊、然后这边也是啊，这边很多小东西。然后你看这边这个很深哦，这放那么大的水壶也都放得下。然后这边就可以放一些包包啊什么。对，我可以直接把我的包包放这里，不用再放地上。那也有一个抽屉。然后我还有一个很喜欢的是，一般车没有的，基本上你很少看到的是上面这个。哦、oh, ，对，上面还有个抽屉。嗯，为什么每一个都叫抽屉？啊？这个叫什么？空间，置物空间。抽屉为什么是抽屉？抽屉是抽出来的才叫抽屉吧？像是哦。我刚刚讲到奇怪，怎么每一个都叫抽屉？不是啦，没有抽屉。置物空间。对，但是大家了解就好了。常常给你看个东西，你往后拍。等等，可以开窗户就好了。对啊，它可以直接开上面这个窗户，然后从这边拿东西。你看，你就例如说，哎、欸，我要拿这个，就可以直接拿，超级方便。给你看，通常我们都会这样子，然后这个插在这里啊，然后这边你看它这个可以再架一个横杆，对对对，所以上面会有个横杆嘛，然后你冲浪板就可以这样子高高的，对，就可以这样子。哦，原来那边是可以放那个的。对，它对，因为那、啊、这个因为我们借的，所以它没有装任何东西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是一个隐藏浪人才知道的功能，放冲浪板的功能。而且这可以放
放两个风浪板。哦，对啊，一左一右。我感受到这个车的好处了，我觉得很棒，很舒服哎。你一开始想说，厢型车，嗯，厢型车好像还好吧。我现在觉得超棒。你看我还自己带了毯子。然后那个风好凉哦，主要是有那个扇。哦，对啊，你里面用一个那个涡轮扇，然后让它打天花板，它室内就会整个循环。是觉得就算下雨也这么舒适。哦，你看下雨也没有差，对啊，因为这样开着通风。好浪漫。而且你看我们东西放这么多，还可以睡觉。你还可以睡觉。脚可以伸直，太短了，很腿，好方便哦！你就知道为什么我那时候这么喜欢这台车，然后这么想要完成一个 van life 的梦想。我觉得很棒，对不对？我也要躺，我也要躺。车路的感觉真的还不错，这个臭感，好棒哦！好喜欢哦。对啊，不然先睡一下好了。好啊。好。好废哦！好废哦！哇，完整的彩虹，好美哦！超级完整哎！我们刚好可以去冲浪了。现在去冲浪正舒服。我要去学冲浪了。好，可以可以。冲浪板，冲浪板拿下来。哇，都水啊！我里面可以养金鱼了。冲浪之前，你要不要打个排球？好啊。这边可以打排球。哇！哇，好痛啊！啊我赢了耶！耶！我有成功啊！有。我有发球成功。往前推，可以了吗？这里对，往前推，往前越浪，哦、越浪越浪，哇哇，好棒！哇，很厉害，很厉害耶！哇，哎、欸，你可以玩短板耶！真的假的？真的，这板子小张，你反而可以耶！来转弯，转弯，转圈圈。对，哎呦，哇，你根本就天才吧！再转回去，再转回去。哦，好狠哦！你很厉害哎！来了，来了。好好哦，我也好想要哦。来跳！
成功了，成功了！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玩冲浪最久一次了。可以，可以。天啊！而且我吃了三四口水。好，后面还八滴水。好咸哦！被我怂恿。对啊，我怎么会听你这个鬼话？哎，我就是那个八滴水，不吃两口水。今天很开心。对啊，我今天终于有体会到。露营车路的乐趣以及冲浪的乐趣，同时体会两个乐趣。你有，而且你有没有发现我这一次都没有讲这台车的什么规格，什么它的什么能力啊，然后什么超价什么，对对对对，因为不需要。这台车它的价值，我相信你刚刚已经体会到了。对啊，刚刚在那边下雨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在车上小睡了一会，好舒服啊。对，就是那个空间，那空间就是我们要的，就是那个空间，没错，就是要这个，其他都不重要。当然不是说这台车不好哦，这台车其实很多很棒，例如很省油，它平均至少15公里，而且是柴油。哦，是柴油。对啊，柴油，然后平均1公升跑15公里。我有开，我觉得很好开。对，而且方向盘很轻巧。对，开起来轻巧。而且它的以箱型车来讲，给大家看一下好了，以箱型车来讲啊。你不觉得这台 Berlingo 就特别的好看，很可爱，法式浪漫。我去那个西班牙的时候，真的超多人开雪铁龙，真的。你看他们的设计就会跟其他车厂不一样，而且大家买这个 Citroën 这个雪铁龙这个品牌都是超级有爱，你根本看不到二手市场有这一台，因为大家买了都不会卖。都真爱，重点是它也非常实用吧。然后对我喜欢收纳的人，那个置物空间每个地方都可以放每个地方的东西，就觉得哎、好棒哦。好啦，很开心这次可以借到这一台 Berlingo 出来玩，那相信大家也可以体会到为什么我对这台车情有独钟。真的，你完成你的梦想了。完成我的梦想，终于开到它了。对啊，好开心哦！那也把这台车它的好的一面介绍给大家。真的，我体会到，我喜欢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咯。那大家下次见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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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拜拜。